北京时间9月4日消息，网球运动员王强通过社交平台晒出试穿晚礼服的照片，并留言询问网友喜欢哪个。王强试穿的第一件晚礼服是深 V 裸肩的黑色长裙，被网友盛赞美的动人心魄。王强试穿的第二件晚礼服是黑底白花的吊带紧身长裙，被网友盛赞明艳动人。王强试穿的第三件礼服是粉色的深 V 蕾丝长裙，被网友盛赞妩媚动人。王强试穿的第四件礼服是黑色的披风状长裙，被网友盛赞知性大方。从网友的回复来看，选择第一件和第四件的最多，硬要挑的话，第一套更好，都好看，都喜欢。没有人注意到只有深 V 美强才有笑容吗？是真的都挺好，无愧强美人，同意四套都买。出席四大晚宴，现年26岁的王强，身高1米72，从步入职业网坛开始就牢牢把持着中国网球第一女神的宝座，被媒体盛赞为中国版莎拉波娃。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，王强一路过关斩将，成功卫冕了网球女单项目的冠军，随后马不停蹄赶往美国参加201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他，又闯进了女单32强，在疲惫的赛事日程中仍展现了强大的冲击力，让球迷对这位网球美少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